帐篷在一个广场，然后你只能被动的等有没有客人上门，所以我常跟自己安慰说英雄不怕出身低，就是我们从路边摊或是摆摊开始，终究还是有成功的一天。2006年那一年开始要摆创业市集的时候，我就取了卡比许这个名字。卡比许的意思是异想天开，不守规矩，因为我希望我做的东西啊，讲的故事或者创造的角色都是框框之外的。比如说鳄鱼不一定要有尾巴，青蛙头上一定应该也可以贴海苔吧，然后长颈鹿也不一定要有耳朵，然后棉花羊可以讲讲他喜欢放马后炮，或是讲一些个性，把动物的个性转换到朋友的身上，或是朋友同学变成某一个动物。我觉得这之间是有一些有趣的
发现很多的创作上面都是这一只鳄鱼呢，是因为我自己实际画了52个动物，在创意市集卖的时候，永远都是这只鳄鱼先卖完。那为什么是它先卖完？后来我也，这都是我自己创造的角色，就像小孩一样，我不能偏心。我后来去访问买这只鳄鱼的人，他们给我的说法是，它跟一般的鳄鱼牙齿不一样，一般的感觉是尖锐，然后凶恶。但是我们鳄鱼牙齿是平的，而且我们鳄鱼是没有尾巴的，有一个缺陷点。然后它的个性呢，我又刚好把它设定在笑起的，它觉得它自己笑起来很好看，而且它是我那时候所有动物有露牙齿的。那其他就是就笑得比较腼腆之类的，或者表情比较怪异或者。然后我一开始不相信，我就从52只就缩小范围到16只，这一只都在。还是他先卖完，后来我们缩小到8只，又是他先卖完，所以后来就更笃定，就是跟他们召开了一个会议，说那就让小小让我们公开我们动物园里面的领头羊，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角色好吗？那其他动物就开始吃醋了，为什么永远都是他？然后有一天晚上，小小就跟我讲说，我好累哦，为什么永远都是我？我觉得那个我都没有休息的时间。这个是我早期摆摊的时候自己去那个商店十元商店买的那个白色的布，然后我就在上面自己画表情啊、头发，用 T 恤的颜料，然后再用吹风机把它吹干。那时候因为我上班的时候是一个小小业务员啊，每次老板骂我的时候啊，我嘴巴就要像他的牙齿一样要闭起来，嘴巴要闭起来，然后里面为什么是这么花俏的那个花布呢？是因为很多要跟老板骂的牢骚啊，对客户的怨言啊，都不敢讲的，所以只要嘴巴拉起来的时候，当然这些话都要往自己的肚里吞。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不实用的零钱包，它只要放3个10块钱，其实它嘴巴就满了。那可是我每次这样介绍完之后，客人就会说：“好吧，给我2只，或是这多少钱？”然后就买了就走。直到有一次曲嘉瑞老师来我摊位，他就发现说，他这一只竟然只要250块，他买了之后二话不讲，钱丢了就赶快逃跑了。一直到后来他在成品办讲座的时候拿出了这一只，我才跟他相认，然后才讲起过去我们摆摊的时候曾经有做过这样的东西。那这其实是一个很花时间很费工的产品，那到现在就没有再做了。我自己用自己的品牌在台湾做插画6-7年之后，我在前年呢、我的生日会上，我就许了一个愿望。因为那一年我去香港回来，然后我看到香港有自己的插画师协会，可是台湾竟然没有。我看到他们是前辈带着后进，然后一起在香港那边发展插画创作跟分享交流。所以当我想到说台湾我也想要发起一个台湾插画师协会的时候，我到任何的场合，不管是学校或者是回到我的母校名字做演讲的时候，我都对着很多的学弟一直在讲我的梦想、我的愿望。我也希望弄一个协会，当此话一出呢，就会遇到跟我有共同想法在出版业跟16年来跟很多插画创作者合作过的讲名字，我也是我现在的秘书长，他就来跟我换名片，跟我讲起他也觉得支持这样子的理想。后来就是我就大胆的尝试说，以一个从没参加过任何协会的身份，又可以发起这样的协会，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想象？所以我跟他就是从无到有，然后一路这样子开始去发起，然后招收会员、理监事，很快的，我们就花了3个月的时间跟内政部，取名字、申请、递 paper、申请文件，反正很多的繁文缛节。然后后来成立之后，一转眼现在已经我们有160个会员，然后北中南都有不同的创作者一起在做这件事，所以我觉得成立协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不管是做自己的品牌也好，
或者是后来弄协会也好，我一直认为协会是我第二个小孩。那一个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啊，你就怕他跌倒，你就怕他被欺负，你就怕他没吃饱，或者是他感冒了。所以协会是我另外一个小孩。我用我过去在经营卡比许的这个，就是带卡比许这个小孩的时候啊，我学习到的一些经验，我试着在第二个小孩台湾茶老师协会的时候也给予一样的关爱跟养分，所以我就把我过去缴过的学费，在卡比许上面被厂商欺负的、收不到钱的、跟法律有关的被盗版的，完全就是移植到我协会上面。所以我在做协会的时候，我就少走很多冤枉路，因为我们之前都已经都遇过了。我也希望支持我的这些人啊、朋友啊、民间师啊、会员啊，能够在这里面得到他们要的。我觉得只要是真心的带这些创作者，他们感受到他们变好了，他们就会很，他们也会感念我们，我们就会一起变好。只要他们好了，我自己也会更好，而且他们会觉得这是一对舰队的事情，值得大家一起去完成的梦想。我希望我任内，我希望这个协会可以自给自足，因为在我们最没有钱、最没有人、最没有资源、最没有能见度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走到这里，所以我希望我们协会可以越来越勇敢，然后越来越多喜欢他的人，给所有热爱插画或是正想要往这条路上走的朋友们。建议就是在台湾只会画画或是把画图这件事情做好已经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成为一个会说话、也爱画画、也愿意分享这样子的人，才有机会成为我刚才所讲的所谓的插画师。要不然你只不过是一个闭门造车的插画家，这样子是甚至最后你还要跟自己讲说，我要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我会说故事的人，把这一些你感受跟故事融入你创作的灵魂里面，才会影响更多的人。画出来的东西也只有物，有感觉，有故事值得流传。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后做插画创作者该有的自我要求。事情或者是从事哪一个行业，都一定要到十年才可以成为一个品牌。哪怕做一件事情要超过10000个小时，你才可以变成那个领域的专家。你要养成一个习惯，也要透过21天的长时间的重复执行，你才会变成一个习惯。所以我认为品牌8周年给自己的希望就是赶快满9周年，然后迈向10年。只要过了4月1号，我们就要往第9年出发了。然后我们希望10年的时候，我可以展望回顾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然后跟很多一路支持我们的粉丝啊朋友一起分享，包括我的朋友跟家人。轻一点，超好搓的哎！啊，你搓这个泡泡都有手感吗？真的假的？你还真乐观呢！我要往下一个行程了。